监视器没有画面，完全没有画面，完全没有任何画面，绝对没有任何人为因素，绝对没有任何人为因素，绝对没有任何人为因素。如果
今天是中秋的告别式，我们的总统为什么那么急着在他出殡以前颁给他金钟罩？为什么我们的国防部急着要送他去终烈祠？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心虚了吗？带给我们这一首《中秋》。